小米在这边呢是玩了四圈，摔了30次，我简直是服的不要不要的，就整个过程全部去摔跤去了。刘永才呀，我叫刘永才呀。那现在呢？我们要过来玩这边了，这边有特别特别多的娱乐项目。好吧，这些游戏我都要开始挑战了。啊，现在呢，这个坦克是马上快要下班了，我们得排队。这边先排队把这个坦克玩了，然后再上去玩那个刺激的。啊，我要冲啊冲啊冲！
好吧，游玩到此结束。今天真的是玩嗨了，完全放飞自我。唉，其实那边我还没玩够的，都没有玩够，但是没办法。小特利，啊，我被亲了。哎，其实真的滑雪需要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第一次，对，这样才会觉得每天都会有新鲜感。对对对，这样才会更加的热爱生活。加油！所以我就是超级热爱生活的。我突然好了，我突然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当旅行博主，因为在路上那种感觉真的体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东西。怎么了？很舒服啊。那个小孩玩了。啊，对于这个滑雪场来说呢，巧克力其实真的还没玩够的。我这是第二次滑雪，第一次是在成都的西岭雪山，这次滑呢，一共就摔倒了三次，每次摔倒了，赶忙爬起来就行了。到后期，去了十多趟。都没有再摔一次，非常稳的。我突然觉得，反正人生呢就是跌倒了不怕，怕的是你跌倒了不敢爬起来，努力站起来，然后就是